要加个，我拉个三百六吧。那么老师吃什么？看一下重庆小面、担担面、清汤抄手，看一下能吃什么？对了，小面抄手。便利也未洗掉，等下要对大路转来。对啊，我唔管，我带你，带你家出来，靠阿婆家出来啊。啊，咱坐咧第一边来啦，你有看到吗？啊。啊。对啊。啊。你要洗到等啊。你要洗到等，这么几分？这么几点？五分啦。好，五分来洗等啊，洗等。啊！啊，你慢慢的，慢慢的，这样有楼梯啦，这样有楼梯，然后所以这。老火锅啦，火锅料啦，哦，现在就是火锅用在这料啦，你看呢？哎呀、啊。喂。公众哈。哎，喂啦，我这大特辣。包安尼啊！啊，你这嘛是 ？Oh my god！ 哦。参考参考。6月5他有方案的，真牛！哦。等下看看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浪费钱了，浪费。好了，我一打二十。哦，你看，用这多，我讲的对的啊。啊，这种辣椒呢？对啊，这种辣椒呢？哇，哎，这个，我看到什么辣椒？哦。你看到你在那里转眼？西湖商圈啊，对家的。啊，我头来坐地下好，我要背一个。伊遐说什么古道咧，我着去爬古道啊，爬一下，规身骨汗，就这啦，这啦。啊。